要表演的是花精灵的祝福。在花精灵祝福当中，我们演出人员包含我们吴婉玲、陈玉珍、徐伟子、徐子柔、甄雨林、甄密云。在这部分当中，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编舞老师林雨涵林老师。在我们舞曲当中所呈现的是花的美好，让我们每个人总是感叹的是花的出现代表了传承。但是在这出现的同时呢，虽然美丽当中我们深刻的汲取它的记忆，美丽的过程，盼望的是借由花精灵的舞蹈，将这份美好的祝福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。现在我们就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可爱的小舞者带来的舞曲表演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感谢我们所有与会的嘉宾，给予我们舞台上所有的小小舞者，给予他们这么多的鼓励。